回来了。今天和江哥哲学就是打副牌，我有点力气，现在每把都要调你灵敏度，不是很好，很好吗？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就继续玩了。280子弹应该够了。还有，我最近也准备去玩那个香肠派对了，就是如果小伙伴们如果玩的话，可以到时候我的心得。哇，厉害！牛皮，哲学这技术可以啊。现在这个雾天模式，8倍镜都看不到很远，老司机，确实应该叫你老司机了。我先把 QQ 给关掉，微信。开的太多了。哇，翻得这么高，坐车坐后排。这现在灵敏度不行了，完全感觉不行。枪别卡，别卡，别卡啊！
个有点悬呐、啊，两位队友都牺牲了，有点悬，好慌啊。